中子星是宇宙中具有最强磁场的天体。近日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慧眼卫星团队在中子星 X 射线双星发现了超过16亿特斯拉的中子星表面磁场，大幅度刷新了宇宙最强磁场直接测量的世界纪录。此外，科研团队还首次从观测上直接证明中子星除两极对称的偶极磁场外，还具有更加复杂的非对称磁场结构。这一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《天体物理杂志通讯》发表。